那我这边就是我之前有跟你那个访港嘛，然对。后因为我们的报道就是我们要做一本 ebook，然后是关于各个国家的年菜，是然后所以这边就是想问第一个就是你的国家过年的时候有你没有可不可特以别介的？绍一下你是哪个国小？你介绍哦，我是明传大学的，对，这一次，这一次，我是明传大学，全明大，传 University。对，那在哪里呢？那个我们在士林，市里是不是都是女生的那个学校？对，他以前都是女生，但是现在改了吗？变 co-ed 了，是不是？对对对，现在是就是合校了，OK，好，了解。哎，好，那这边想问 Jane 说，你来台湾多久了？我快16年了，就是十明六年年，了，快，明年差不多7月28号，我真的觉得。7月28，2023年就会满16年了。那很久哎、欸，对呀，很久了，对。为什么会来台湾为什么是我的选择？就是因为有找到我的另外一半，然后他是住台湾，所以来台湾。呢、啊？哦，所以你的 your husband is Taiwanese，这样。Yeah, he is. Yes. 诶，所以那你现在的工作是？工作很复杂，因为看到我的背景，来，我有看到。好，那因为我常常用 Zoom 访问，所以我就有先把这些已经不用玩了。第一，我真的是一个老师，我是Cebu Normal University 毕业的。然后呢，是 BSE，就是 Bachelor of Secondary Education。然后我的 major 是 Social Science，社会，对，Social Science。所以我也是来台湾，我也是老师，可是就是不是做我的那个 major，就做英文老师。对So you're teaching English. ，Yes，but then 2012年，我怀孕了以后。有比较敏感，所以我自己选择，低照听工作就当一个老师。那目前我的另外一个专业的工作就是主持人，所以你就看到了这里 主持人。那我这个的，是电台的吗？还是什么？对，就是，有我的主持，我主持活动，我也主持我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叫 Wow One。在哪里？没有在这里。对，然后我在网络 YouTube 也是有自己的节目，做一个节目介绍文化，菲律宾跟台湾文化差别，就是这样。OK，好，那这边的话，主要就是想从你的国家开始问，想问说，菲律宾有没有什么新年的特殊习俗？就是我们会有 Spring Festival 嘛，在台湾我们有春节，那在菲律宾有没有呢？没有，哦，没有。不好玩，对不对？没有，我们1月1号是我们新年，所以那个就是大的差别。因为在台湾呢，我们1月1号就是好玩而已，只是过了新的年，可是我们没有特别真的一些尊重那一天。可是菲律宾1月1号真的。看重这个时间，所以我们虽然我们没有特别其他活动要做，可是1月1号是很重要的。那你们1月1号的时候一般会做什么？好，第一，1月1号还没有到了时候，像我现在做的，还没有我们访问的时候，我都在打扫，那个叫大打扫。这个动作哦，跟大我扫们除。，yeah，所以这个动作跟我们的台湾的过年一模一样，就是不要等
第一天的过年就家里都那么脏，这么脏。我们菲律宾第一个就是要整理，要大打扫。第二个，还没有1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的年纪大的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妈妈，他们会准备13个水果，三个水果，十三个，哦，13个，thirteen，13个，十三个水果。对，其实这个有跟中国也类似，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水果一定是圆形的，圆形。圆形的，为什么要圆形？因为它代表钱。嗯哼。那个是还没有1月1号到，我一定要先准备。然后之嗯哼，外呢，其他我们的厨房的东西一定都是满的，比如说米啊、糖、盐巴、醋这些东西一定要满的，因为什么是门的？门意思是你不。已经有不下去，不可以少。哦，full 满的是 Yeah, 吗？yes, yes, it OK，OK，is full。这样是代表，一样，你的新的一年就是很有暗点，很有钱的。还有，我们也有，你，还有，我妈都会把米缸装满。呀呀呀呀呀，就是这样。对，她说你的电锅里面不能没有饭，不然你来年就没有米 吃。Yes, 不过是因为我们要吃饭，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聊。因为我知道你还有要问嘛，就是要准对，备1月1号以前嘛。还有，一定要先穿着衣服，然后那个衣服呢，一定要有圆圆的。那我们中国人是红色，代表钱嘛，发对，财。那我们的菲律宾人就是。不管什么颜色，就是煮了有圆形的，那个代表也是会有很多钱，因为那个硬币 是圆的，很好玩，对不对？然后当然，OK，对，It's funny，，yeah，然后当然呢，就是先准备一些美食，然后我知道等一下你会嗯哼，做的，所以美食很重对，要。然后呢，就是这个，你。这个你认识吗？Coin bank，嗯哼，哦。一定要拿出来一下，因为1月1号的12点整，一定要这样。嗯，对，哦，要摇那个存钱筒，才会有多钱，都是钱。然哦，后还有，那很好玩的，然后我们还有也会准备一些可以发出声音，whistle 啦，trumpet 啊，还有 firework 啊，no not fireworks but firecrackers。But 如果你很多钱的话，你可以有 fireworks 啊，呀，看你嗯哼。有很多钱的话，那个代表就是把全部不好的，我们是年嘛，那个鬼 monster。In the Philippines，我们没有什么年的观念，就是把不好全部出去，就是你要把它炒，赶走厄要运这赶样，走，要赶走。然后呢，嗯哼，就是这样呀，那个是最基本要准备。所以我们没有特别的什么 Spring 什么的活动，可是我们就是会特别准备1月1号的还没有到的那一天。嗯哼。OK，好，那就想问第二个问题是，那哪一道菜是你们过年一定会煮的？OK，那我相信每一个家庭不一样，就是因为嗯哼。有钱的，然后也有穷的，可是我们也有中国的印象，一定要有面类，哦。对，面类，所以。最基本在菲律宾是意大利面，英文叫哦 spaghetti，，yes，意大利肉酱面就是哦，spaghetti，yeah，so 因为大家就是对 spaghetti 有，因为它是面类嘛，就是永远，对不对？
之外就是蛋买的很多种，所以有一些比较准备比较快，然后材料也不需要那么贵。所以第一个就是 spaghetti，哦，就是有。那如果所你还以，有，你我说。想问，面类是代表什么？就是为什么要吃面？Long life，就是跟我哦们，long life，OK，长寿。可是我们一般吃土豆诶，为什么你们 spaghetti？因为我们是西方的国家，所以我们比较会吃 pasta 类，yeah。OK。然后我们另外的很重要就是，米糕一定有一些黏黏的。那个黏黏代表就是我们不是会吃，那是甜甜的哦，那种对，米糕那种，就是黏，但除了你要出那些黏的粉什么的，就是黏，代表那个钱会黏你的。还有，还有，不是只有钱呢，还有家人会很黏，yeah，Stick together. yeah, stick together。然后呢？当然，最丰富的我们的希望就是大餐嘛。那我们菲律宾有叫 lechon 就是烤，比如说烤肉柱啊，那个就是大。然后呢，或者烤鸡那一种，然后之外，当然一定有白饭。然后我们没有什么，你知道啊，鱼在台湾的过年很重要。对，我们住要在年年菲律有余。宾，如果是住在菲律宾，知道以前的想法，鱼不行，为什么啊？因为鱼不是有臭味嘛。它有腥味。我们没有那个黏黏鱿鱼的想法。对，对啊，也有一些菜不能上，就是鱼丁，代表就是，但是代表一样没有那么 lucky 的部分，所以要不能上，不是不能Sorry，不能 OK 不能放一起就对了，呀，是不是？哎，有差别，奇怪，对不对？然后，很多家庭就会。如果他们不会做那个烤肉柱啊，或者烤肉鸡啊，他们会特别准备 ham，就是有肉的，ham，那种 ham 很大种的 ham，那个也很重要。然后 salad 一定有 fruit salad，为什么一定要用 fruit salad 呢？因为那个代表发财，很多 fruit 就是发财，yeah。然后另所以外一是跟个那可以准个备，你要什么啦？就不要有臭十味三个水果，，yeah，谢谢it's a certain types of fruit，，yeah，是就是这样，不同种啊。那很多真的很多，我每一年都会准备这里啊，我也会准备啊，很好玩，十三种哇，那很厉害。我真的会准备，没有骗你，所以我每一次是2月31号，我很忙，然后我。对，因为你要去过那个市长嘛，你要买一个而已，一个，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大，两个小，所以没办法吃得完，所以就是大概买一个，那个卖家就会不舒服。你决定，你最后要一个，我说对，一个很难买。对啊，很难买。可是，在菲律宾不是哦，他们就是大宰的哦。还有一些我们家的话。还好我们都可以吃了嘛。我的朋友他们家还很特别，要等1月13号再可以吃那个水果，所以其他水果就冷掉了。对啊，放那么久。是因为钱的关系了，就是发财发财这样，真的很特别，对不对？真特别。所以十三在菲律宾算是 lucky number。Yeah，Lucky 13，Yeah。那我们 lucky 也很 13。奇怪，那个刘浩。你知道吗？666在台湾是很 lucky，在菲律宾666是不好的号码。
因为那个代表不一样的。Satan. Yeah, you know it? So you're more like the Western country. Yeah, very much westernized, really. Actually, in so the you book, guys... Philippines is the only westernized country in Asia. Oh, really? Oh, this is a thing I don't know. So you guys have the religion, like Christian or? Yeah, very much, very much. We call it Catholic. So like 90%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is Roman Catholic. The rest is a different kind of denomination, like Christian or Buddhist and all the rest of the religions available in the country. 想问一下 Catholic 的中文是天主教吗？ 还是 Yes, 天主教, 对。所以基督教跟天主教不一样的教会。 那菲律宾呢，特别是天主教， 基督教还很少, yeah. 所以你们大概 90% 的都是天主教这样子。 They counted it Christianity, so they counted it as both Jitu and Tianjujiao. But perhaps if I'm gonna make my own estimation for Jitu Jiao the Hua, Hayo Tianchu Jiao, Tianchu Jiao Tsaputo Pashiba, 80%, and 10% would remain to Jitu Jiao, yeah. So as Christian, so that's the whole 90%. Yeah. So I understood that you guys were, it's the spaghettis. <笑>那我想问说，那你过年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吗？我先给你讲一个很重要，1月1号你不能做的在菲律宾好不好？这样你会多了解，因为我没有，可是。 我会分享给你是很好笑的事，可是我先跟你讲，发生我的身上好不好？把那个是好笑，首先跟你讲，比较你需要知道，1月1号，在菲律宾不可以乱跑，你要不可以出去玩，一定要在家。为什么呢？代表呢，就是你要你一定要待在家里，不可以出门。 Yeah，因为那个有意义了，就是你是一个很乖的小孩，你在家，<笑><笑>你不会乱跑，所以你要把你的新一年开始的美美的，完美的，也不能出门。第二次，如果1月1号最重要不可以受伤，因为如果你1月1号受伤了。 你一年都会受伤，然后就没有办法好，就是代表一个 bad luck 的那样子。然后，当然，因为都在家里了，所以就是跟家人一起。所以我们的1月1号是跟我们的过年的意义一样，第一天一定要跟家人在一起。好，那发生我的身上，你可能会笑，<笑>就是因为我们1月1号有一个观念，那个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相信。第一，1月1号12点整，你一定要跳到最高，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这样你可以长高。哦，<笑>对，然后。那所以你们晚上在跳吗？ 哎，我可能就是不听话吧，所以我没有那么高了。Very lonely。<laughs> 第二个部分，因为小朋友有时候灯不及12点，对不对？所以你就在睡觉，然后你就吓到12点整，你就被拉得很突然。然后你知道他们拉什么吗？我的鼻子。哦。<laughs> 他们因为他们说，你1月1号这边一直拦我的话，你的鼻子会很挺，<笑>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也有用了，不然为什么我的鼻子也有，应该是有用了，yeah，那是我的经验要跟你说，就是在睡觉你在钻那个铃。
圆形的衣服，然后你突然变了，嗯，跳跳跳跳跳，然后包你啊，跳，然后就马上拉你的这里鼻子，这样才会停。那个最小孩子啦，应该差不多嗯，11岁、12岁，然后哦，长大了以后就不好用了，因为长大了不想做了，，OK，很好玩，对不对？对啊，很好玩，对，真的但好。是。嗯，那我想问说，一般过年的时候，你们家里都是谁会在煮年菜？像我们在台湾，一般都是长辈煮嘛。那你们那边有没有分？没有诶，都是妈妈的，都是妈妈煮。然后我们互相做，比如说我的姐姐她爱用一些 fruit salad 啊，chicken salad，就是看你要想准备什么。那我呢，我嗯。就会准备那个 herd 的东西。我长大嗯了以后，我都会准备一些 fruit cocktail，就是一点酒什么的，因为我都会准备大家的活动，就是嗯嗯哼嗯玩游戏那一种。，OK，所以你们都会一人准备一点这样子，不一定，就是看你想做什么，很自由。嗯，就是要煮饭的话，都是妈妈做这样。你可以形容一下，就是你们家里在过年的时候一大早就是妈妈忙了去市场，然后嗯就是买全部要想住的东西，就是 spaghetti 真的一定有，因为真的好吃，妈妈做的 spaghetti 真的好吃。我们的 spaghetti 会放热狗哦，真的哦可是我们台湾热狗跟菲律宾热狗的味道差很多，不一样哦。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有10分钟，等一下我再给你。哦，你还在吗？我还在，这哦，是录影的部分吗？没有，大会自动关掉，Zoom 就是哦，那么小气。所以它到一个时间点，它会自己关。他会自己帮你关闭，你知道吗？Zoom 真的 very 小气，就是这样，因为他让你OK。开用他的软体，所以呢，好，那我早上试妆的时候，妈妈就会买全部在，所以那个在的话，真的好多好多，真的好多，所以你就感觉到要那个了，就是会。真的新年要到了，因为看到妈妈这样那么忙碌，然后一直煮。那我呢，我就是跟我们的家人一起啊，卡拉 OK。然后因为比较年轻的人嘛，那如果有一些家人就是会一起来的话，来家里呀，就一起玩啊，聊天啊，就这样。那是我的，因为我是最小的。所以你要了解，最小就变成大家的主持人。好，你要做什么啊？你要干嘛？哦，这样跟大家聊天，好，跟大家就是好好的就是相处。那我的姐姐呢？她就是会做，真的是 salad 或者她想吃的东西，她就爱吃嘛，她就会这样。然后男生就是准备一些可以蹦蹦跳的东西，就是 firecrackers。去买 firecrackers，准备晚上可以很大方的把它垫起来，然后我们家就很吵，就会蹦蹦蹦。可是现在在菲律宾已经不能了，有一些 firecrackers 不能用，因为很危险，很多就会火起来，所以对，那个很危险。所以就是这样，很就是忙碌的，然后。好了的时候，准备完的时候，放在我们的桌子上，全部摆起来，然后大家去教会做礼拜。做完礼拜的时候呢，差不多快到12点了，所以大家都小朋友像我以前小时候，我们睡一下嘛，可是大人来就是不用，可以一起等12点。可是12点。过了以后，我们吃了以后，还有其他活动完了以后，我们就睡觉了。
跟台湾不一样哦，台湾就是一定要过久，这样你的大人活得更久。对呀，所以很多就我们是都第会一天吧。你要去福袋，这样就不用睡觉了，去排队福袋。所以我们没有福袋的，都没有，就是，哦，对，你们也没有。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简单的一起吃饭呢、啊，然后活动完了就睡觉了，这样是，所以没有像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就是，啊，你要更久睡，就是妈妈宝宝活得更久，这样没有。对，这样。那你们新年也会去做礼拜？啊，对，一定要，因为就是天主教，那个就是特别要做。那个，12月25号，圣诞节，然后1月1号就是我们的过年嘛。那时候，大部分就是大家都休息啦，就是休假了。哦，我们是过年休假，菲律宾不一样。12月休假到1月1号这样子，然后哦，不一样。不一样，然后就是那个两个日期呢，25就是要做礼拜，很重要。然后呢，1月1号也是要做礼拜。所以如果你是 OK。不方便，或者你会怕蹦蹦跳，因为大家都会搬那个，哇，真的很可怕。我小时候那个也是我的不好的印象。你很快的坐回家，真的，因为有一些男生很汽车嘛，他们就是爱玩，他们会突然丢那个firecracker 在你哪里，你都不知道，所以你一定要看，如果有很像一点点的火，你就要小心了，因为吓你！突然爆炸，那个我也不好的印象，我不喜欢你们乱乱丢啊，真的。可是我们那里就是很丰富呢，大家都会这样啊。对，其实可那以我这想。样蹦了，就是要有安全的位置啦，不要真的，因为小朋友很可怜的，像我那时候真的很害怕呀。那辛苦。我们都在走路啊，我们以前哪有流行开车啊，对不对？就对是啊。走路啊，那么近就走路而已啊，这样子。好，那接着就是想问说，你最喜欢的年菜是哪一道？因为我们没有年菜嘛，可是我太准备，我最爱就是 spaghetti，因为我妈妈煮的 spaghetti 真的太好吃了。然后菲律宾的意大利肉酱呢，跟我们真的意大利肉酱差不一样，那个味道 different. 不一样，very much different。我们菲律宾的 spaghetti 是有一点甜味，然后很多 cheese，不一样。那我们意大利就是这样，那是有的。其他菲律宾菜吗？你可以介绍一下你最喜欢的菲律宾菜吗？好啊，第一就是 spaghetti，然后第二一定要有烤肉鸡，在我们家一定有烤肉鸡，烤鸡，你知道在三芝会有做一个鸡吗？然后用那个 fire。你有去过三芝吗？那边有一家很好吃的鸡，它的这皮个瓮窑鸡吗？我不知道怎么是。讲耶，但就是他们就是用正火把它烤起来，所以皮真的很脆脆，很好吃的。那个也很好吃，那个就是烤鸡，就是不一样的方式。我们的就是很像 barbecue，把它一直传，一直传。然后它的里面内脏里面有很多香料，比如，yes，但里面就很好吃，然后很 juicy。你饿了吗？可以介绍一下里面有什么香好料啊？就是会是比较南洋的，对不对？，OK，yeah，所以我们菲律宾的那个大部分是我爸爸会做。因为他还会做那个烤鸡，是很好吃。他第一个会放那个 lemongrass，中国柠卤檬蛋，草。对，yes。然后会放，当然你要放onion，蒜头，然后I don't know，蒜头是 garlic，onion 是什么？
洋葱，洋葱，对，这个两个连对，我自己的母语，这个两个我口混，所以一定要讲英文，真的，真的，OK，对啊，然后呢，不含那个呢，就是当然会有醋啊，醋，要放醋醋，酱，a 油 vinegar，，vinegar。OK。Yeah，然后，因为把那个味道有一点点，当然会有一些肉的味道，对不对？那把那个肉的那个不好的味道，把它不见，盖过去，会放一点点的姜姜，ginger，要放一点 ginger，OK，点 ginger，然后把它小颗小颗的。所以这些调料呢，也当然要放葱葱。哦，所以这个全部呢，把它切得很小很小，然后放在那个鸡的里面，然后你要把封起来，在那个香料不会跳出去，不会溜出去，所以它烤完了以后真的很香呀！现在我想吃了呀，所以那个是烤鸡，然后之外就是我妈妈的。Chicken salad，那 chicken salad 怎么做呢？它也有用 elbow pasta，然后它的味道是有味道，是甜甜，还有咸咸的，然后还有 cheese 的，所以那个 chicken 你要把它很像我们的鸡肉饭，把它一条一条小条小条，然后呢会有牛奶 so creamy，很像奶油。很像我们的这边的白浆的肉酱It's 吗？the heavy cream. 好，没关系。那我们刚刚断了，就是在讲chicken salad，那就是 very That. creamy 这样Okay. 然后其他东西，都是一样的了，不是好吃了，是这些我们的上课的影响。然后一定要有可乐，当然。那你觉得台湾的过年跟你们的过年差最多在哪你应该知道了吧？我刚刚跟你讲那么多，你应该就里有点啊？对，说的也是，我们跳过一些好了，没关系，想一想。没有，我在跟你开玩笑啦。我觉得最差别就是，我们过年是很多天。那第一天呢，就是家人；第二天回娘家，对不对？对，台湾是这样。第三天就是大家互相去出去玩。菲律对。宾没有这样影响，我们就1月1号家人一起，然后1月1号在家里在一起，2号看你要跑哪里去，没有啦。大部分是回去上班呢，回去工作。2号就上班咯，对呀，当然了，有一好些。辛苦。因为就是第一个礼拜一就开始了，所以如果1月1号是礼拜日嘛，那你就是礼拜一就是必须要上课，还有必须要工作了，就这样。因为他的原来放如此。假就是二十四 ，excuse me，24平常放假就是12月24到25，然后12月31，然后1月1号。如果你公司真的很好的话，你就可以放到24到1月1号这样子。如那就是，那你就吃是了，想我都在说。吃哎，sorry。没关系，没关系。那就是想说，你觉得，等一下哦。所以其实你们除了过年的时候去教会嘛，那你们宗教还有会特别做什么吗？真的没有，就没有。好，真没的没关有，系。就是家人在一起。那1月1号，就是我跟你分享的一些，其他没有特别的活动，所以比较可那，以说简单了。对，很简单。那你喜欢过年吗？我很喜欢呢，其实我很喜欢。应该我可以分享的事情就是，我还没有变基督教了以后，我真的很期待两个部分，就是12月25号
耶稣的圣诞节嘛，然后嗯，那我变基督教了以后，我是在这边变基督教的，哦，所以你不是天主教，你是 Christian。我是 Christian 啦，对，我已经哦三年 Christian 了，所以，OK，OK，我变很多，有改真变的。很多，对，所以我对12月25号没有那么看重了。尊重他，可是没有跟菲律宾的文化真的会用得很丰富。我以前也是这样，可是我们12月25号跟我们台湾的过年真的是差不多，就是在一起。然后过年会送红包，我们那里12月25号就是要送礼物。Christmas gift. yeah, Christmas gift, but for New Year, 看你的妈妈爸爸会不会给你钱，可是不一定，有时候会给钱了，有时候我的话，因为我们家算大家有在工作，所以比较会有这一些。那因为很多菲律宾人不方便嘛，所以大家就是我在跟你讲，真正菲律宾的大部分做就是一起吃饭，已经很重要了。好，那我想问说，因为前2年那个疫情比较严重嘛，那你有回去吗？不太能回去。没有，我真的不敢回去，因为有2个 baby 的关系。像明年我们本来有计划，可是我还是不想回去，所以我把我的妈妈来这里，所以她2月要来了。然后你接他来台湾过年。对啊，他来这边玩一玩，然后刚好也是他的生日，所以他来这边过生日。哦，那很好。那你平常在台湾过年的话，你是怎么过的？很简单呢，因为我们家是基督教，所以真的很简单。我们就是第哪一天我跟我先生在我们家真的就是还没有到晚上，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整天都在忙追。最后的大打扫，然后我的婆婆也是，可是我知道很多就是学父要帮忙婆婆，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经验，因为我婆婆她真的希望她自己做，因为她不想麻烦别人，所以我们好好哦。每一个家我们都忙的都在打扫，然后。妈妈打扫完了以后，她就马上忙了准备年菜，所以她跟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是师傅，我的爸爸是我的公公，他是西方的师傅，所以我们的年菜真的很丰富，有那个是chef chef，he's a chef，so he's really good at so many things，so we have like pork knuckle 羊肉羊排真的很丰富好幸福哦。真的好幸福，因为我的公公跟婆婆真的很会煮，真的。然后我们以前，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餐厅，以前，然后我的公公婆婆就是想退休了，然后他们退休了以后还是觉得有做事情。还是比较健康的，所以他们目前呢是在市长，可是他们只有做中午时间，11点到2点。可是以前还有餐厅的时候，有在卖年菜，所以一些外带的年菜，对，所以很方有便。那个德国猪脚啊，很好吃，羊排啊，我也好想跟他们买。真的很没有。真的不是因为我认识他们，是我真的很喜，真的觉太得好很好吃吃。了，真的太好吃了。西方跟台湾菜，他们两个真的做得很好吃，真的。然后虾子啊，猪肉啊，那种猪肉有甜点的那种啊，真的很好，真的太好吃了。所以我们这边打扫，然后呢，晚上。结合在我的公公婆婆的家，然后一起吃饭，然后吃完饭了以后，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就是爱玩嘛，我们就
自动会去，我们去那个 Lucky 卖家买 Lucky 刮刮乐，然后我们会发给我们每一个人，可是小朋友没有，我们小朋友我们会买那种抽动，然后到那个部分呀，就是玩游戏，我跟我先生负责，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刚好最小的。但我先生也是最小的，所以我们两个会合作这个，我们去卖那个刮刮乐还有什么呀？然后看谁最幸运呢？然后可以有多少钱，谁最大这样子呀？可是大部分没有那么大钱了，最大的是200块。你花多少好几千块，然后你直接拿到100、200，好可怜。对呀、啊，刮刮乐都中很少。呀，可是大部分最会中是我婆婆哎。但很幸运。那你在台湾有没有穿个圆点的衣服哎，没有哦，我们家也没有，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可是我有 baby 了以后，我们也有做那个玩游戏，就是我第一个有生完我的第一个 baby 女孩，我们两个穿一样。然后后来她长大了，她跟她，然后我生了第二个弟弟。弟弟出来了以后是他们两个，做那个中国风的那个衣服了呀。然后就到幼稚园呢，现在都没有了。我的女儿是4年级了嘛，我的儿子是2年级，没有了，就是过了那个5、6岁的桥就没有了。好，那就是想说，那接着就是想请你分享一下在台湾的经验，这样子，就是你最喜欢的台湾菜是什么？最喜欢的台湾菜，一定要台湾美食嘛，对不对？鸡肉饭，鸡肉饭。对，算吗？对啊，算了算了，那是嘉义的啊，为什么啊？我喜欢那个鸡肉，很干净的味道了。我喜欢那个有鸡肉的油，然后那个鸡肉就是很干净。然后另外，我最喜欢就是那个台湾的鱼，那个鱼。有鱼的一点点的汤，大部分会在结婚婚礼出来的那一种的鱼，你知道吗？它会放在盘里面，然后呢，蒸鱼吗？应该是是这样说的，真的蒸steam 的，对鱼，不对我喜欢。然后我也最喜欢。热炒我最爱？OK。吃的是龙珠，我也喜欢。然后为什么我认识？因为我的够味跟我的空空的够味很像，那个有花生嘛，大家就知道我喜欢对花对，生，所以我刚刚来的时候，大家去我们常常去热炒了，然后。去热炒的时候，因为大家会聊聊天、喝喝酒嘛，喝 beer。我们家人喝 beer 是很公开的，像我的菲律宾的家也是，你要喝酒真的是很公开的，不是什么可怕的啦。所以这里也是一模一样。然后，去那边就我公公说，请你一定会喜欢吃这个，所以就是龙珠。所以我们去热炒一定要吃龙珠这样。然后还有什那么？你有逛台湾的？你有逛台湾的夜市吗？也是当然啦，我最爱逛了，不然我怎么学会中你有喜文呢？欢的吗？不然我的中文怎么变那么厉害？就是一定要变厉害，这样你可以下架，你知道吗？我还有秘密，什么下架？你不能说我可以给我便宜一点吗？或者这个有打折吗？这个都没有用。现在我就学会怎么将。最有可能你会有那个八折就对了，你会说，哎，这个最低多少？然后那个卖家就说，好了，给你400块好了，
我点了哦，你好聪明哦！因为就说可以打折嘛，他可以说你已经问他可不可以，当然他会跟你说不可以啊，因为那个已经没有什么了，我没有赚了，他们都会这样说啊。对对对。所以中文要厉害的话，要常常去夜市，好好笑。我最喜那欢的，你去夜市，你问我你最去喜欢。夜市都会吃什么？对，就是最喜欢吃什么？我一开始喜欢士林夜市，然后现在变了。我因为士林夜那时候还没有新冠肺炎，他们越来越贵，是真的。对对对，然后我不他喜们欢都在卖观光客。买东西会拉来拉去，很可怜。我觉得这样我不懂，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只买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一直抓一直抓？我觉得这样很伤人呢，真的。我不喜欢，后来我就发现，哎，原来西门町的也是不做了。我为什么一开始不喜欢西门町呢？就是因为太多年轻人，然后太乱了。对，有不一好意点。思，sorry，就是东昌你会看到年轻人喝醉了，然后都会吵闹。哦，在西门会町，因有为一真点。的西门町是年轻人的区，那是真的。其实我后来还是喜欢西门町。那在西门町呢，我最爱吃就是它的麻鸡，烤麻鸡，你有吃过吗？我知道，就是也是 sticky，对，像年糕，然后哇一定要用那个牛奶的，牛奶很好吃，然后之外我也如果是夜市，我也会。爱吃他们的牛排，看心情啦。可是我一定会吃，因为夜市的牛排很特别。像我有一个秘密，如果我第一次来那个夜市，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夜市卖什么东西，我就会带我家人吃牛排。因为虽然你不知道好不好吃，可是最少是肉，它的姜会帮忙。让你真的吃得饱了，然后那个 pasta 也可以吃啊，所以我觉得你比较不会浪费食物了，这样真的可以吃了。虽然如果有真的不好吃的牛排，可是还是可以吃。哦，比其他店你不认识，然后你吃的会哭啊，那你就会对那个夜市印象的很不好了，对不对？对，然后，当然就是 ice cream，我们家吃冰淇淋，喜欢吃冰淇淋。你还有我们最爱吃的鸡排，我也喜欢吃鸡排。然后他们呢会吃臭豆腐，我不吃，我哦，你不吃臭豆吃。腐。然后我们家也喜欢吃米刷，可是我是米刷，没有蚵仔。我不喜欢吃蚵仔米刷有蚵仔，所以我一定会说我要蚵仔米刷没有。你不吃 oyster。I don't eat oyster 真的，but 米刷真的是很有名，很多菲律宾人来这边。那个大肠你会吃吗大肠还可以，？OK，看怎么点。如果那个点是很好的，因为就是我们的习惯，看一下 Google 那个分数好不好，不好的话。我们台湾人嘛，就是这样做，然后你就说，Jen 真的是很台湾的风格了，那你有吃过猪血糕吗？哎呦，有，当然，我吃们，的习惯吗？一开始我不敢，然后后来因为一定会加到火锅了。对，加我火不是锅。不喜欢，有就有会吃，没有就没关系。这样，然后有时候我煮火锅在家里的时候，我特别会买，因为我先生很喜欢。OK。可是我有就有，没有就没关系。这样，没有特别爱上那个猪血糕，可是很多外国人还是会怕了。那你自己在家会煮菲律宾菜？会啊，可是应该只有一种。可以介绍一下吗？好，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们菲律宾家我们总共6个人，妈妈、爸爸，然后4个小孩。
然后我是最小的，所以呢，我没有，我小时候我真的没有机会帮忙煮饭啊，我多在帮忙打扫啊或者洗碗，那真的是我的，所以就是做正理的动作就是我的。所以在我们家人里面，只有我最不会煮饭的。那后来呢？我怀孕了以后，怀孕第一个小孩，我真的很想念菲律宾菜，就是那时候学会一个菜叫 kumba，然后我们的母语叫 kumba，可是那个做法跟 kumba，我们台湾的 kumba，知道吗？空吧，是肉吗？控肉吗？呀，空肉，因为那个是国语，空吧好像是台语的，我对们啊，控呀吧是呀，台空语。吧是台，我们母语叫空吧，有没有很像？台语叫空吧，很像对对对，对不对？很控像吧。呀，所以空吧怎么做呢？但也是可以跟 adobo 很像的做法，adobo 就是我们的控肉，就是的做法。差了什么呢？醋，还有因为我喜欢咸咸甜甜的味道。然后为什么要放醋呢？因为醋会加那个美味的，所以菲律宾菜很多会有加了醋，还有汤。这样好吃，真的好吃。好。所以你就是为了来台湾之后，就是学了一点，来台湾才学会菲律宾菜这样子。是，然后我的那个就是 humba 是比较湿，然后我们苏屋的 adobo 的 kumba 比较干，就是湿跟干而已，就是这个。然后另外就是那个虾子。虾子一样，很像也是那种，煎虾子的啦。然后有那个也很好吃，很会用饭，白饭你可以吃2到3碗饭。我的孩子们很喜欢，它是炒的吗？还是不是炒煎，用煎的，然后。因炒？为你会加酱油啊，还有一点点水，所以它会有一点点姜了。然后呀，真的很香呀，真的好吃。了解。所以那个虾子，然后空吧嘛，然后 adobo 啥的菲律宾菜，我还会哪个没有了？那煎鱼，菲律宾的方式是比较熟，很熟。然后要有酱，就是要准备醋跟酱油的那个酱，可以蒸那种，是很菲律宾的方式，yeah。所以其实你妈妈喜欢吃酸酸的，所以我听你说很多菜都有醋的，Yes，Yes，Yeah，比较偏酸甜的感觉。酸甜咸，Yeah，就是这样。可是我的口味就是有。比较淡的，所以我住的在，其实，台湾人可以接受的口味。可是如果你回到菲律宾，真的咸就是这么的咸，那甜就是这么的甜。可是他我们比较重口味。觉得，真的重，而且他们不知道是重。哎呀，我住这里了以后，才发现原来又这么咸，原来又这么，所以我的。我也变成我们这里的口味了，我也喜欢比较淡的，刚刚好，yeah。那你在台湾有吃过菲律宾餐厅吗？当然了，你去在你们学校很近就对了，对呀，你不知道在东山北路而已，东山北路三段那边就是有 Minimanila 了。我一直带很多学生去那边逛街，然后，教他们菲律宾的路啊，菲律宾的文化啊，我已经做了好几次了。
然后，真的哦。呀，那边有很多自助餐呐、啊，菲律宾的自助餐呢、啊，都可以吃菲律宾菜，adobo 刚刚说的，adobo 啊，缅类啊都有啊，炸类也有啊，冷便，你们的冷便是没有煮过的，对不对？我们的冷便对，是炸的，然后里面是肉的，很好吃。所以他们就像 spring roll Yeah，，more like spring yeah，roll，这more 样，like spring roll。Yeah，真的很好啊。Yeah，那就是，那你觉得你们国家最有特色的菜是什么？就是像来台湾一有定会特知色，道鹅阿米烧，当然是对烤啊，乳猪啊！烤乳猪，真的真的。因为我是苏女孩，我住在苏，所以苏是有最好吗？吃的高乳猪。然后我知道哈嘎，我知道哈嘎有高乳猪，可是方式不一样，所以味道有一点点点点的差别。因为我们店的猪啊，要烤的时候是它打开的，手打开就打开这样子，在菲律宾食物不一样，但是关起来，它是关起来。比较保守你们宿舍是关起来的吗？，Yeah，因为它的内脏里面像我们鸡一样，要擦一包大东西。堆一大堆的香料，所以真的你可以讲详细一点吗？那个皮你知道吗？那个高乳猪的皮，美丽的红色。然后呢，你吃的时候会刚刚。这样的扛扛扛的真的是很，很 crispy 这样子，因为我们台湾人都会说扛扛的，我就学会了，就 very crunchy。然后你知道你的肉很 juicy，你可以流口水了，我觉得你饿了，你要不要喝水？好好笑，我喝一下奶茶好好，了。然后你知道吗？带的肉真的好香哦，你那个香料到真的吸进去这个的肉，所以你知道大家最想吃的是在肚子那边，因为最香的在那边。可是呢，大家最想吃的是当然带的皮啊，因为那个皮真的是很 crunchy。你知道鸭肉吗？鸭肉是不是烤鸭肉？香港对的，啊，它的皮北京的。北京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可是你想到是楚，就真的很好吃，所以我建议你要去苏武，一定要买烤肉猪，那很重要，真的一定要。可是这里吃得到吗？有人会卖，可是当然不一样味道。对，这边的就是比较是香港式的台湾那种，风格呀，有一点香港的味，像三宝饭以前我很喜欢吃，因为那个三宝饭一种肉就是有那个韩餐高乳猪的风格，可是味道还是没有那么香，因为它的肉里面没有那个香料，对，它没有放东西，它就是咸咸的而已。咸咸而已。所以后来我不太想吃三宝饭了，以前喜欢，现在不太喜欢，因为以前会想念那个高肉猪嘛。现在我就吃台湾的烤鸡好了，因为很像，有一点像，比较像，所以没有猪没关系，有鸡就好。呀、yeah. 那我想问你说，刚来台湾的时候吃的习惯吗？我觉得有诶，就是因为我们家也是多吃肉跟白饭，然后是我说的真的，我们台湾也爱吃肉啊，像炸的东西，我们菲律宾也爱吃炸的，所以没有不习惯，可能特别的啦，像臭豆腐，还有因为。你去夜市，大家都会喜欢去。我不习惯，就是那个味道。
因为就是因为那个味道会整个，你第一次来的话，你真的会觉得怎么那么臭？那个像对，他很重。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来这里，他们第一个的反应就是他们不喜欢台湾很臭，他们就觉得这样。可是我说，其实那个是因为他们会放一些中国香料，然后对。臭豆腐，所以即使你要介绍文化，才会他们啊，原来是这样。因为菲律宾移工啊，他们会觉得台湾人一样不洗澡啊，或者臭臭啊，就是因为可能有吃臭豆腐，或者又吃一些中国香料，所以会有那个味道。然后那个很黏衣服，很黏衣服，所以大家会觉得，真的是很臭这样子。所以你们对味道的东西比较敏感。很敏感，所以你发现很多菲律宾人真的会喷香水，对，哦，是很重的香水。因为怕被说你臭臭，所以大家都会喷香水，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洗澡一定要看到你的头发湿湿的，再有洗澡，所以他们觉得台湾人不洗澡。真的在抖音我还介绍这个部分，因为他们觉得啊，真的台，吗？呀，因为他们觉得台湾不洗澡。我说不是，他们洗澡是晚上的，因为他们不喜欢躺在那里，然后枕头都会做会脏脏的，因为没有洗头这样。然后菲律宾一定要早上洗头，这样试试代表你有洗澡。可是，在我们那这里，那个也不礼貌，你为什么没有吹干你的头发？可以洗，要吹干。那菲律宾也没有吹干的影响，一点点的部分知道，可是那么多就是把它自然的干，因为菲律宾很热啊。那就是因为这样，头发会坏掉的，因为是有自然的干，所以其实菲律宾人很多要了解，像台湾也很多要了解菲律宾的。哎，卡掉。Yeah. 好，那我想，哎，我想问你们会吃辣吗？会因为好啊，像东南亚那边是很会辣的，啊，我菲觉律宾得。会吃辣呀，可你是们会吃？没有比泰国那么的辣，可是会有辣，可是不是每一菜都辣，哦，对，泰辣国菜超味。级辣。泰国都是辣味，好不好？没得选，都是辣。对。可是他们觉得这样好吃就好。我们尊重泰国嘛，可是在菲律宾，我们就是有菜辣，有不辣那种。可是我们就是辣呀，像我也长大都有蘸，一定要蘸姜啊，然后要放一下辣椒啊。我们外面就是有辣椒给拿了，然后放。现在在台湾怎么都要买，我们现在在菲律宾也是，以前才有辣椒在外面的。那你现在在台湾自己煮比较多，还是去外面吃比较多？一般般。因为平常就是我来煮，那如果我觉得不方便，或者我有活动啊，或者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你们真的都在出去玩，所以真的没有在家，所以真的一般般。所以哎，你，你煮的，要你你煮说，的话是台湾菜吗？台湾菜是真的，真那你好厉的害哎！没有台湾菜很简单的菜。炒炒炒就好了，然后他们就喜欢了。然后我会用一些牛排呀、啊，你有烤箱就怎么都可以煮了。对，做牛排，他们很爱我的牛排，然后放一些香料哦，真的太好吃了，美味。他们最喜欢就是菲律宾菜的那个 adobo，还有菲律宾的那个虾子，这样他们很喜欢。那我想问，那最后的话就是，Yeah，你我们还有什就么留想要分钟，但还跟我是们把介我们绍？关起来。好，你说什么？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介绍吗？因为其实也差不多了。很多也是你要问重点，因为你让我讲真的，一大堆可以介绍。那你想知道最想知道哪一个部分？比较想知道就是你对一些菜的回忆啊之类的。第一个，我很喜欢台湾的健康的观念，那真的是第一我学到的。真的，台湾
对健康很好，我真的都在学习，而且呢，我还教我的妈妈一样很用你这个是第一。第二，我喜欢台湾的菜的部分，就是因为一定要有菜类啊，然后肉类啊，然后蛋，在菲律宾都是肉，真的哦，你们肉是很少吃菜，yeah，很少。然后我们也比较不会炒菜。所以我这里发哦。现，原来菜可以这样炒哦，太好了！这小朋友一定会吃菜呀、啊，因为好吃啊。可是，在菲律宾没有流行炒菜了，真的没有流行。所以我，那你们就没有什么纤维，就是 fabric。呀，菜一定要用烫的，有时候烫的会有那个味道了，所以小朋友都不敢吃。对啊，所以还是要炒菜，真的大家都可以吃到菜的了。而且我们的味道是比较淡的，所以代表真的是还是健康呢。像地瓜叶，我来这边吃了才觉得很好吃，在菲律宾真的不吃。空芹菜我本来就会吃了，因为以前的同学他还会煮那个菜，真的好吃。那来这边以后，哎，真的好吃，一样就是这样炒的空芹菜。可是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地瓜叶，真的，我在这边才发现原来那么好吃，然后也不用炒，就是要用汤而已就可以了，然后放一些香料就可以了，真的很好吃哦。然后可能这个你想知道，我最爱吃的台湾的东西就是锅贴真的哦。，yes，然后你知道我最爱的锅贴在哪里吗？在芝山的，也是那个最有名的那一家，你知道吗？大家都排队，每天排队。好像有听过，我好哦，像有这个听真过这的，我没有骗你，我吃过很多锅贴在全台湾呢，因为我跑到北部到南部了嘛，我都吃个。锅贴。我真的那边的锅贴最好吃的，真的好香哦。然后那个 juice 在里面。我都会放出在里面，然后只有因为那一家我学会吃那个酸桶，但因为我真的不吃酸桶，就是因为那一家我学会吃生的酸桶跟那个一起，真的真的啊、完美。哦！对啊，你看我学16年了嘛，所以我学会很多很多台湾的这一 些对美啊，食，对呀、啊。那所以你其实蛮久才会去菲律宾吃吗？没有是诶，疫情之前。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再没有回去。可是我真的看心情了，有时候想回去就回去这样。我知对，也道，不是因很为远。很多东南亚啦，有这个的困难，所以我来说，我就是很感谢，因为我什么时候回去就可以回去，而且你们也会知道是真的，因为我的2个 baby 呀。他们很喜欢食物，他们很喜欢菲律宾，很爱菲律宾。因为他们认识啊。可是因为新冠肺炎，我真的有一点不太像，但真的稳定了，再回去吧。因为现在很麻烦，来回这样去，真的我觉得很复杂。所以目前找我妈妈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因为他们也常来了，我妈妈已经来过几次了，然后一些朋友、家人都会来，所以没有问题呀。那小朋友会讲菲律宾话吗？会呀、啊，会。我真的教他们我们的母语，我的母语是苏语言，然后他们也会讲我们的大部分用的菲律宾语，很像我们的国语。因为他们来这边有上课，上菲律宾语，所以他们就比较有学会呀。可是他们从小就有学会一些有的没的母语，你知道了，right？把它学什么？我们说有的没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学什么都是从有的没的比较快。对，其实就是这样，有的没的最好最快，连我的先生他也会有的没的。You maybe don't know the grammar, but you definitely know the F word. True 对可是没有到那个 F word 啊，就是
一些好像放屁啊，放屁怎么讲啊？这样啊，嗯，对啊，什么还有，学了一些很奇怪的话，对，就是这样，好好笑。嗯，好，那我今天访问差不多就是到这耶，刚好，因为我们也快结束了，我在等这个看边，对，会继续结束。嗯，但是我想跟你讲一下，因为这个图片的部分我们会比较难找，就是想说可不可以请你 offer 我们一些可以用的，你有自己如果拍的一些。你可以email 给我你需要的那一些照片，然后我就再给你，好不好？哦，比较多都是就是我们谈到的吃的，就是如果你有记录下来啊，比如说你自己煮的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在刚刚采访里面谈到的食物。